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二嘅法定现场，继续我 Kevin 男朋友同埋法官田同大家一起睇住阿赖斯。早晨， Hello， 大家好，早晨，早晨。咁我哋继续睇翻恒指先啦。咁见到咧，而家咧就系11:22啦。咁咧恒指嘅表现咧就26,310，今日升咗88点啦。大市成交就有351亿啊。咁见到咧，港股咧经过6年跌之后啦，咁咧今日咧就虽然表现唔系太好啦，但系都系叫做升嘅。好翻啲啦，咁你见到咧，好多资金咧都部署牛仔都。咁其实咧，而家系咪最新嘅资金咧，都系部署牛仔比较多一啲咧？我呢边睇到嘅嘢就有少少唔同。我哋发巴今朝睇到嗰个即时资金流咧，就见到反而系买红证多啲嘅。咁但其实都跌咗三五，我六日今日跌咗六日，今日弹翻80点，咁大家乘机就再沽多口落去咁样样。咁所以变咗我哋今日就见到买红证，即系我都几 surprise 嘅吓。今朝见到，咁但系都系继续买紧红证，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个市打弹都系要红咁啊，蛋糕红咁样样系啦，即系。咁所以變咗就個市就的而且確係嘅，你見到啲藍籌咧，即係之前一路講嗰啲騰訊啊、港交所啊嗰啲都係積弱啦。咁港交所甚至乎跌咗8个月嘅新低啦。咁所以保險股又唔係好爭氣啦，友邦嗰啲又跌咗落嚟啦。咁所以重磅藍籌都係弱嘅時候咧，指數大家反而彈高嘅時候咧，咁反而都繼續睇翻淡嘅。咁所以變咗資金流嗰邊部署上，大家可以參考翻啦。咁听紧我哋观众朋友咧，如果你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即刻留言啊，咁样即刻解答翻大家问题啊。咁另外啦，咁见到啦，咁除咗资金咧流入指数方面啦，咁其实咧都流入好多大蓝筹过，例如平保啊、腾讯啊、港交所咁样啦。咁见到咧，跟好多大蓝筹都跟随指数下跌啦。咁特别系港交所，啱都讲过。咁其实港交所、平保、腾讯呢三只点样去部署咧？睇翻如果你话系腾讯先啦，腾讯其实就340蚊出手咗之後咧，其實都有少少弱嘅。咁今朝個情況有樣嘢開始嘅時候見到就係咩咧？隻美團，我哋之前一路講嘅3690咧，又再一次喺開市嘅時候係大成交過隻騰訊啦。咁啊，騰訊都係得幾億錢，美團今朝一開已經10几亿啦。咁所以變咗係咪真係所謂嘅王者榮耀就唔再係榮耀咧？咁唔再係王，即係唔再係香港股王咧？咁樣樣，因為成交金額開始有啲壓力啦，見到咁，所以變咗喺呢方面，同埋好多政策你都講咗話配合唔到嘛。係啊，所以變咗即係騰訊呢個股王嘅地位真係有少少要慎重考慮翻咁樣樣，咁所以變咗見到個股價都係偏軟少少嘅。咁另外如果你話即係港交所啊、平保啊呢啲啦，三隻都係啦。平保方面跌翻去90蚊，其實三隻入邊平保叫做最硬淨嗰只噶啦，咁啊叫做守得住90蚊。咁但係都係偏軟嘅。今朝嚟講開市嘅時候都係見到偏軟嘅。咁當然啦，而家個市升翻80点嘅時候就好啲。港交所亦都係啦，跌穿咗呢個嘅230蚊水平之後咧，創咗8个月嘅新低啦，咁所以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啲，因为如果再下行落去嘅话咧，其实参考翻旧年年底嘅股价咧，曾经见过200蚊边，甚至乎即系100蚊、190蚊尾呢啲水平添嘅，咁所以变咗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港交所嗰个下行风险真系大家要注意翻啦。因为其实成交都细嘅，因为成交细，所以寻日你见到个市都系得600几亿，咁缩水都冇过千亿啊，真系缩水得好紧要，咁所以大家即系而家。九月已經係咁樣樣啦，遲啲11月、12月再靜啲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咁所以變咗個成交金額咁細嘅時候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嗰個經濟下行風險啦。咁其實港交所可唔可以睇淡咧？其實 put 有嘅，咁我哋即係會唔會睇淡會好啲咧？節目或者我哋個網站上面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個網站上面咧，每日有個市日剔選，即係我哋個 home page 上面咧，咁我哋嘅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咧，都會揀幾隻嘅 call put 輪啦，大家睇翻嘅，咁最近呢一两日咧，或者呢个礼拜咧，其实第一多咗 put 啦，咁甚至乎呢一两日咧，好多时候我哋拣咧4只都系 put 添，咁提醒，唔系话咩嘢，纯粹提醒翻大家有呢样嘢，我哋系有 put 轮出嘅，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想睇探嘅话咧，可以考虑翻嘅。咁另外啦，咁我哋不如睇埋啱啱讲过嗰只美团啦，咁其实美团见到咧，佢今日都系创新高，高见咧77.8，如果你继续睇好嘅话，可以点样做咧？系啦，嗱，美团今日就真系做咗新高出嚟嘅，上到七。
77.8 咁啊，前兩日我睇翻即係星期日啦，翻嚟嘅時候咧，見到啲之前講嘅消費股啊、李寧嗰啲咧，有輕微嘅回吐情況。咁啊，我自己都有少少擔心啊，十一都嚟緊啦，咁會唔會喺十一過後啲資金套現，然後有啲有沽壓嘅壓力咧？咁所以呢個要小心嘅。咁所以雖然美團今日有個幾明顯嘅反彈啊，升翻2%，去到做翻個歷史新高差$7樓上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咁高去高追咧，有少少嘅回吐風險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唔係唔得，不過就喺金額上要控制翻好少少，就千祈唔好話買得太大，因為始終喺假期前後呢個問題啦。咁另外咧，我哋講埋重磅藍籌其中一隻就友邦啦。咁見到友邦個升勢咧，即係都慢慢升翻上去啦。咁其實兩證方面嗰個條款可以點樣揀咧？有咩需要注意呢？友邦話升翻上去係呢一兩日啫，其實如果你睇埋之前股價，其實佢跌得最慘嗰只，上個禮拜四五係跌得最慘嗰只，跌成3.4%落嚟。咁所以我又覺得友邦而家純粹就係喺個橫行區嘅下半部分啦，即係75蚊、73蚊呢啲位置到啦，有少少嘅技術反彈咯。咁但係當大市成交咁細得嗰600億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反彈就唔係話太過可靠嘅啫，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友邦嘅時候咧，都真係要小心個市會有進一步下行風險。call 嘅話，我又覺得直播率高唔高咧？咁啊，見仁見智啦，係咪？咁但係反而 put 嘅話咧，更加可以留意下市場有冇嘅。友邦 put， 我哋發花印象中就好似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發行商啊，或者市場上面其他產品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今日咧，即係琴日見到即係中芯國際咧，佢都升得好勁喎。咁咧，其實咧，見到啲資金都喺度狂掃呢個 call 輪咯。咁其實我哋而家部署上又可以點樣做？可唔可以追下咧？其實981同啲最近啲手機設備啊、科技股啊、金山軟件啊、信宇光學啊嗰啲咧，都歸納埋同一類嘅，咁都係急升咗上嚟。咁個別有啲又做翻好少少，咁但係譬如今日隻瑞星又唔係好爭氣，繼續跌翻落去咁樣。咁所以呢啲板塊，尤其是頭先都講過啦，消費板塊又好，美團又好，金山軟件又好都好啦，九月份是跑贏了大市的，升得很厲害的，有些升成 10%。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九月尾期之結算前，加上11假期，十一假期回來再有個重陽假期，10月7日星期一，好多假期啊。咁多假期的時候呢，要小心有個資金套現回吐嗰個風險喺度。所以我覺得你順住個勢繼續留意981 OK 嘅，咁但係就千祈喺金額上面就唔好話好似之前九月份咁貪心啦，係啦，因為之前九月份個市啱啱開始升上嚟嘅時候咧，可能可以進取少少，咁但係而家去到高位嘅話咧，尤其是個別股份去到升咗一成啊，升咗幾個 percent 啊咁上嚟嘅時候咧，如果你再高追，但係個金額用得大嘅話咧，咁就唔係太建議啦咁樣。咁另外啦，咁見到最後咧，我哋睇下 A 股啦，其實就嚟國慶啦，咁其實都會唔會留意一下ETF 咧嘅牛仔咧？ETF 牛仔都不過最近 ETF 的波幅不是那麼大，ETF 牛仔是可以看的，譬如我們有隻2122的牛證，我們有出的，另一方面3188的 call 輪或者222的 call 輪，我們都有出的。我想但是如果你說現在才去炒 A 股國慶那裡，我覺得又遲了一點，因為人家國慶放一個星期假，你要部署的，你沒理由等人家放假才來買的嘛，人家放假通常放假前只會是平倉啊、減持啊，去到放假，即係冇理由揸住個倉去到放假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走去部署 A 股咧，反而我覺得遲咗少少添。咁所以頭先都講咗啦，就係話始終九月升咗咁多嘅時候，而家開始放假，咁放假正常心態都係減咗啲沽咗啲股票先至放假啦，冇理由揸住啲股票放假噶嘛，係咪？心驚膽跳，尤其是賺緊錢嗰啲係咪？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反而我擔心今個禮拜尤其是期指結算前後咧，會有少少套現嘅壓力喺度。咁所以喺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如果而家再去追 A 股咧，就都係嗰句啦，金額上要控制翻好少少。咁另外我哋又睇下手機設備股，咁其實咧見到咧 iPhone 11咧，佢嗰、那個賣嗰個情況都好似幾好啊！聽聞即係好似話喺嗰啲天貓啊外，即係內地嗰啲網站咧，即係平均都一分鐘買好多部啊！跟住同埋咧，華為又出咗旗艦機，係啊，即係有冇機會即係
佢雖然今日跌一跌啫，有冇機會之後其實佢銷量唔錯嘅時候會唔會彈翻上嚟咧？因為其實華為嗰部都未發售嘅正式見到。其實我覺得手機股呢一轉值得留意一下嘅、嗯嗯，因為我都好似你咁講啦。感覺上見到無論是蘋果的第十一代啦，定又話華為的新機啦、市場上面對它的渴求啦，比起舊年係比起舊年好咗，因為點解咧？其實呢些電子消費產品都是噶啦，好多時候你出得太密的時候咧，啲人未必會每年轉機，咁、但係。隨著去年嗰個銷情唔係話太過興奮嘅時候咧，你事隔咗兩年啦，咁手頭上有啲人可能仲揸緊 iPhone 6啊、7啊、8啊舊少少 model 嘅時候咧，可能亦都被逼要開始轉機啦。因為你會留意到其實我留意到蘋果嘅最新嘅系統入邊咧，如果你一啲舊啲嘅 model 其實已經唔再 support 添，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被逼一度要 upgrade 上去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令到個市場需求會多翻啲啲嘅，多翻啲啲嘅。咁但係是不是真的話好多好似以前咁樣樣一機難求呢又未去到咁嘅情況，係啊，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係即係一啲實際上嘅用家換機多過係炒賣多啲咯，即係以前就係、啊個個都係新型號要一機難求咁樣樣，而家就真係有一個用家市場會多少少，咁所以有幫助嘅，咁但係咪好大嘅 difference 咧就未必係咯。嗯，好，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曬 Marty。咁如果咧大家咧想緊貼更多大市嘅資訊咧，記得留意一陣間5:20財經直播 Facebook 嘅 John Martin 咧，同大家解答問題啊！如果大家有論證相關嘅問題咧，就記得留言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Bye.